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个啦，所以就先让摄影师稍微看一下，这是我跟那个秀轩去日本东京，我们一起去银座买的，精致哎、欸，是啊是啊，嗨阿兰，笑一笑，啊那个，我原本想说要不要直接门关起来放里面，就给我两个，我做两个，对啊。音乐的话，它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喇叭。不是不是，所以你现在你音乐这个影片，然后我可能就会把它再清晰，把它清晰啊，然后就这样。哦 ，OK， 好，就结束了。那我们呢？你要顾幕后花絮。对着这个讲，跟耀东的缘分也从国小到现在啊，也是一段孽缘啊。对啊，那他的人不错，但就是个性有点机车一点，那也请你多包容他。对，那辛苦你了啊，未来日子也请你们两位多多指教啦。早生贵子，很荣幸可以参与你们的求婚过程，然后也很开心你们会有就是好的结果，那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哎，我们幽默风趣的何先生终于要结婚了。当初听到他要结婚那个求婚的过程，去日本买那个什么钻戒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有点离谱，不过还是恭喜他今天重新就是办了这个求婚仪式。好，我们祝福他新婚快乐啊。好， Hello 秀轩，我是何耀东大学同学，我们应该只见过一两次面。那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他从大学的时候就很清楚他自己知道他要什么。我们曾经一起在北京住过四个月，他很照顾我，而且他也很好笑。我相信你们以后的生活一定会过得很精彩，也不会让你感觉到很无聊。希望你们以后可以过得很好，越来越好。那他一定是一个好先生、好爸爸。那祝你们幸福。我的中秋月圆人团圆啊，对不对？希望以后他未来是我的家人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人生只有那么一次选择家人的机会，我选他就选今天。你要记得讲。对，以后我有写在稿里面，我还一开始还先写一个脚本，然后这边构想，那时候要怎么放，所以就想了很久，大概我看两三个礼拜有，我只能用晚上下班的时间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你还要先躲他。你等下要拿我要拿出来，我还是拿一下出来看好。不要，等下不要按错，好不好？就是专案零九二六，专案零九二六。开始紧张了，对啊，开始紧张，而且包括我开始肚子很饿。你要讲的，你要写下来吗？有啊，有你写。到时候有机会会忘记。我认为他有反应哦，他应该会这样一直哭吧？没有哭的话，表示啊，那也没关系啊。谢谢你们，来请进，请进，请进。好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为什么一个人偷偷在？哇，这样。好，就这样。对对对对对。你们讲的都是站着讲。对啊，站着讲。那个动作做一下，看会不会背背的，调整会背背的。变胖了，变胖了。我们其实是2020年的8月19号认识，然后我们从交友软体上面配对成功，然后开始聊天。我印象很深刻，是我打给他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你声音很像客服哎。”开始哦，正式开始哦，正式开始哦，好。
it was dark. Streetlights whose shadows through the park. I was late. First impression I failed to shake. You stood a little bit shorter than I expected. I was sure I'd lose my cool, but somehow I kept it. Wow. 来，这个给你。来，来。我不想起来。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这里的这个圈圈里面，对，圈圈里面。首先我要先谢谢大家今天播控参加我们的仪式，这样。秀萱，我想跟你说，就是男生跟女生都只有唯一一次可以选择家人的机会。那我们从8月20号，2020年的8月19号认识到现在，我们经历了人生很多不一样的事情。那包含疫情，那包含你很辛苦的从餐饮业转换到正常的上下班的海运业。那在当中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的不愉快，有很多的不舒服。但我想说，就是不论怎么样，未来的每一天，我都想要待在你身边，然后跟你说，就是当我永远的家人，对吧？我今天想要问你一个我觉得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牺牲到模糊。好，我愿意。好，来，那伸出你左手的无名指。也可以。好，来，好。It was dark. Streetlights whose shadows through the park. I was late. First impression I failed to shake.反正就很谢谢你，就是 I was sure, 我没办法讲你。Lose my cool, but somehow I kept it. 老受枯萎。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. 就是谢谢这些日子，对，就是对我的包容与照顾。虽然我的脾气也不是很好搞，对，但是你就是还是很有耐心，对，然后就是只要我想的事情，然后你都会尽力帮我做到，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以后就成为一家人，耶、yeah. ！怎么这么急着找朋友拍？再抱一下，再抱一下，抱。好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拍照的就手机大家拿出来，谢谢你。嗨，徐秀萱你好，没想到你就突然要结婚的，想当初你还是那个失恋在春水堂，失恋到不知道怎么办，蹲在那边哭的那个徐秀萱，转眼间要步入礼堂了。祝福你在未来的路上一路顺遂，然后跟何先生一直白头到老。秀萱，恭喜你，我很开心。秀萱要幸福哦，要幸福哦，恭喜你，太棒了，人妻努力，人妻，你开心，耶、yeah. ！恭喜你，秀萱终于要结婚了，祝你早生贵子哦。秀萱恭喜哦，
终于等了那么久，可以把自己嫁出去了。恭喜你结婚了，就是 MV 拍的还不错，这样。秀轩，我们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大家一起走过了四年，对，然后就是等。等一下，我有点想哭哎，我好想哭。然后就是很开心，就是我们终于可以步入到身边朋友的婚礼。对，那就是秀轩，就是祝你新婚快乐，新婚快乐，幸福哦，对，幸福。三二一，我们看。She lets you shut up, sweet home. I was late.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old chair. You stay. Little bit shy. 谢谢大家来帮忙。虽然我好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个活动，但是我当初不知道。对，我太聪明了。可是他之前就有类似有提过说要找人了，然后就意外被我点进那个就是活动的那个行程。哎，我桌面大概十几个 Excel 表，哎，可是不偏不倚就点到那个，就不知道为什么点到那个档案，然后就而且我还用奇怪的档案名称呢，所以早就破梗。对不起，我太弱了。